老朋友终于见面了，嗯？你说，为什么把他们带到这儿来？我高兴，我喜欢。你说什么？你敢用这种口气跟皇后娘娘说话？那你呢？你敢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没有我，你能有今天，也能有现在。 瞧你干的好事儿！我劝你马上站起来，向皇后娘娘行礼赔罪。没看见我在忙吗？可不是，你正忙着招灾，忙着惹祸呢。这些人的下场，应该是尽快问罪除斩，以绝后患。结果你做了什么？你竟然又因为贪恋美色而重蹈覆辙！ 你给我听着，我们好不容易才死里逃生，反败为胜，绝不容许再出任何的纰漏。乖乖听我们的话，否则我们可以拱你上去，也一样可以拉你下来。姑妈，你就少说两句吧。 要不是我跟皇后娘娘拼了这条命，她现在已经蹲在地牢里等着归天呢。姑妈，哎呀，我想说几句就说几句。他们一个都不能留，你得杀了他们，你听清楚了吗？否则要不了多久，你的身世就一定会传得满天飞呀。所以这几张嘴，你是非封不可。哼，好像该封嘴的人。 不只是他们吧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在说谁呀？姑奶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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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姑奶
我已经收拢了宫中禁军统领，现在没有人会买你的账。毕竟我才是即将继位的皇上，如果谁要是敢不听我的话，下场就会像阿南一样。 谁说帮你那么大的奶娘啊？你就是再有不痛快，给她点教训就是了，何必像这样的毒手？奶娘，讲的多么有情有义啊！当初如果不是我的利用价值太高的话，你们会让我活到现在吗？ 这个罪魁祸首，他害了柔妃，害了我娘，害了皇上，间接受害的，在这个屋子里的哪一个人不是啊？他才是真正死有余辜。啊，死了一条大毒蛇，还有一只小蝎子呢。 你要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干什么？你得到你姑妈的调教，下毒的功夫也有两下子，我敢留着你吗？啊！够了，你不要再伤害人了。 别傻了，连他你都要救，他一路横刀夺爱，欺骗栽赃，甚至还要害你的性命，你忘了吗？我没忘，只不过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。即使是面对你，我也不能寄予一丝同情。就像你刚才所说的，是上一代的恩怨造成了这个悲剧，我们都是这个悲剧底下的受害者。现在是我们做主的时候了。
那就让这一切结束吧，不要再制造新的悲剧了。万岁爷，万岁爷，是的，是奴才回来了，而且不单奴才一个人，来来来，来，你快瞧瞧。废人，虽然哄骗不赢，叫地不灵，可朕的脑子还能思考。下毒的绝不可能是你们，那么凶手必然还在身边，所以我要让自己变成彻底的废人，也许才能避免凶手再下毒手。没错没错，幸好万岁爷英明，否则的话，朕知道阿难、皇后、天龙、玉山他们都已经是原形毕露，在朕面前抖出了他们所有丑陋的罪行，朕好恨，居然让他们蒙骗了20年，真狠啊！真正欺骗万岁爷的是奴才啊！为了苟全性命，更承担不起动摇国本、万劫不复的罪名，于是只要苦苦隐瞒你，
以至于演变成今天这种绝境。万岁爷，奴才对不起您，奴才罪该万死啊！你固然有错，可当年若不是你，和华瑞一勇救主，这今天何缘能见到他们母女？此时此刻，朕心里没有怪罪，只有感恩、感动和温暖。所以有了刘太太，朕原谅你了。万岁爷，奴才不配你原谅，不配啊，万岁爷。万岁爷，万岁爷，万岁爷。原来我那些异于常人的举动，难以解释的幻觉幻听，都是我潜藏的记忆。我曾九死一生的逃离出这种尔虞我诈、残酷斗争的地方，幸运的让我的女儿在纯净中长大。然而，落叶终究要归根，所以我们现在会在这里。虽然我对过去依旧茫然，但骨肉是天性。我想你已经不需要我再说些什么了，去吧，去和你的父亲相认吧。啊，去吧。世上，我从来都无缘抱你一下。即使现在，我有多么多么渴望拥抱你，却都办不到，办不到啊！别难过，不要伤心，有我抱着爹，不是一样吗？原来在这个世上，我还有个爹可以抱，我真太满足了。可是你这个爹已经不住用了。我不在乎，我真的不在乎。不管你是怎么样，你都是我爹啊。感谢老天爷，就算现在让我死去，我也心满意足了。不，万岁爷，你不能说这样的丧气话，你得振作起来，不然冰箱公主她怎么办呢？我们本来都被关在大牢里，被一网打尽。天龙来到牢里，用我们的生命逼迫宁香就范。而宁香唯一能够争取的，就是带我和有乐俩一起进宫来。天龙这个孽子，他要宁香怎么样？他要宁香怎么样？
成亲，当作冲喜。什么？这个混账！混账！不要生气，也不要为我担心。眼前，只要我们能守在一起，就是一种幸福了。让我和娘照顾你吧。铁生说，只要还有一口气在，淑仪都还在未定之天呢。他不会放弃的，他一定会努力设法的。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县官，现在甚至连这个头衔也没有了。要想打出一条生路，那除非是靠奇迹。爹不是已经造就过奇迹了吗？林玉赐尚方宝剑，让给小县官扳倒皇太子，这难道不是奇迹吗？在你出事之前，你宁愿支持一个好官，而不惜放弃你唯一的儿子，这难道不也是奇迹吗？如果铁生今天还有一颗坚定不移的信心，那都是你一手造就他的呀。你应该比谁都要相信铁生，不是吗？